大家好，我是保罗人。今天用烤鸭的牛肉腌个牛排吃，会不会更好吃呀？应该把牛肉改刀，我们把它收拾漂亮。像不像雄鸡？我应该是第一个用羊粪煎牛排的人。都放好，煎牛排，你朋友煎。现在开始煎牛排。哇！煎牛排的七分熟，这一点比较好吃。哇，好好看的颜色，你看这个肉多嫩啊！你们可以加很多调料，我就喜欢吃原汁原味的，那才是调料的。这个应该会外焦里嫩。哇，好像出锅啊！我们把它切开，看看里面怎么样。看。这个多好呀，我叫你呢。我们来点仪式感。都可以，你们自己去煎吧，我吃这个。我觉得我们烤鸭牛肉太适合做牛排，太好吃了。最后一块。